人们，大家周末好，我是陆敏，很荣幸与您在空中相聚，诚挚的欢迎各位小伙伴准时走进 Zoom 会议，参加美商凯蒂在全球的线上事业说明会。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共度美好，收获感动。美商凯蒂是一家美国生物科技网络营销公司，做的是品牌供应链。公司的使命是以挑战为使命，和你一起创造奇迹。今天的分享嘉宾呢，是来自加拿大的网络营销资深钻石总裁 Grace。Grace 为了和家人的梦想，2004年携家人移民加拿大。2005年，他第一次进入了网络的营销行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累计了大量的市场行销经验，硕果累累。而且他在前平台从零开始打双边，只用了短短2年3个月的时间就荣升了钻石总裁，最高达到1800个碰局以上。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希望帮助更多的朋友成功，所以在因缘际会之下就认识了凯蒂。在对凯蒂公司方方面面做了评估之后，他完完全全被凯蒂的五大因素所深深吸引，所以他当机立断，全力以赴经营凯蒂，带领的团队是不断的成长，帮助了团队很多的伙伴达到星级董事。而且啊，他自己呢，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成为凯蒂的三星钻石总裁，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团队领导人。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Grace 分享他的创业故事，选择凯蒂的五大理由，有请 Grace。好，非常感谢我们陆敏老师的介绍啊！全球线上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好，我现在在多伦多，今天又很高兴跟大家在线上可以见面。因为互联网的造就，尽管疫情的肆虐呢，我们依然可以啊在空中每天都相遇。都说选择比努力重要，确实，在现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更多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都是由无数的选择而组成的啊！对于我也是，好，从国内政府机关单位的工作选择移民，移民之后又选择啊各种各样的行业，然后现在又有这么多的平台出现在我的面前，很多人面对这些平台的时候真的是眼花缭乱。确实这几年下来呢，也很多很多的平台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很多平台呢没有真真正正入我的心。知道凯蒂的出现，我深深的被他吸引。那到底被凯蒂的哪些方面所吸引呢？今天就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选择凯蒂的五大理由。那首先第一大理由呢，就是我们平台的实力和初心。我们都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凯蒂的母公司就是我们的大树、啊、我们的 4E 公司是美国综合实力排名前五名的保健品生产厂家，为 GNC、 Costco、 Whole Foods 的李嘉诚跟其他直销公司众多企业配方并加工生产，还拥有十几项的权威认证和资质，在业界的口碑非常的好。在美国的伙伴可以亲自到我们的公司去参观，一进门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些权威认证和资质呢，都贴在我们的墙壁上，大家都可以去看。所以呢，我们的小伙伴们呢都亲切的称为我们的 4E 公司、啊、是我们的富爸爸、啊、有富爸爸在后面做支撑，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那第二个呢，是拥有 SOD、 NMN 等原材料的工厂，有自己的科研博士团队和实验室。我们从产品的研发到原料的生产，到产品的加工，到成品，到终端销售，实现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产业，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产供销一条龙，我们的产品的性价比一定是最高的，无人能及。这就是我们生产的工厂，很多伙伴都已经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参观，参观完之后都感到深深的震撼，也深深的被我们凯蒂所吸引。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李嘉诚先生的
碳酸的产品 TRU 同样是由我们的飞翼公司研发和生产的，所以很多人可以不相信我的眼光，但是呢，一定要相信我们亚洲首富李嘉诚的眼光。他带领他的智囊团到北美和欧洲啊，这么多工厂走一遍，最终选择我们飞翼给他生产，大家就知道这后面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两位联合两位创始人的这个初心，成立这个平台的初心。市面上有很多很多平台啊，不过是过眼云烟啊，一两年就消失不见了。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平台的成立老板呢都很精明又很聪明，他们都是为了追逐巨大的利润，所以很快这个平台就消失不见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欣赏我们两位创始人的这个初心，林博士跟我们的 Steve 哈，因为他们成立这个平台并不是为了追逐利润，反而跟很多聪明的老板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要奉献给社会，他要把他们优质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所以呢，他有两个最大的初心，我就是被他这两个初心深深吸引。第一，就是为了让终端消费者能够吃上重金打造性价比超高拥有18年研发历史研发精髓的高科技和黑科技产品。各位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高科技和黑科技真的是可以让我们长盛不衰，都是别人没有的黑科技。而且呢，我们林博士已经浓缩了18年的研发经验，把它最好的配方浓缩在我们的凯利的产品里头，所以才有办法打造我们的高科技和黑科技的产品，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第二个呢，就是为了把节约下来的产品成本回馈给消费者，所以呢，纯消费在凯利平台也有机会赚钱。很多人说我不会分享，我不会推荐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老板真的是很慷慨大方，愿意专门拨一项资金出来奖励给这些纯消费的消费者，只要他们保持消费，那么也有资格参与世界财富的分配，把消费致富进行得更加彻底。我跟很多人说，世界上精明的老板很多，聪明的老板更多，但是今天我就是被这两位创始人，被他们的正直诚信、淳朴善良、敬业靠谱、厚德载物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那第二大理由呢，就是我们独特的产品优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右边的这几张图，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几张图之一。我们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拥有16项权威认证的这个产品，保证的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有个美国医师药典的 PDR， 我们现在不仅仅一件产品哈，两件产品，我们现在有五款产品全部获得 PDR 的认可。大家如果不明白这个 PDR 是什么意思的话，欢迎大家上百度上 Google 去搜索啊，能够拿到获得 PDR 的这产品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一方面又要保证它有效，很有效，另外一方面还要保证它安全。那安全又有不同的安全等级，很多人说哇，你这产品吃的效果这么好，会不会有激素在里头，会不会有不安全的成分在里头？我说您尽管放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绿色的这个 Informed Choice 这个标志，这个标志什么意思呢？这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给我们的认证的一个标志，也意味着我们的产品有这个标志，连世界级的运动员都可以服用我们的产品，所以完完全全不用担心我们的产品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轻症认证，还有其他的十几项认证哈。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哈，科技泛滥的年代呢，造假的技术水平也不断越来越提高，所以呢，在很多平台呢，大家会发现当一个平台很火的时候呢，市面上假冒伪劣产品就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拥有独家精密的防伪高科技二维码，再也不用担心吃到假冒伪劣产品，
因为这个二维码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好，在我们工厂出厂之前，我们这个就已经贴上，全部扫描进我们的公司的数据库。所有人只要收到我们的这个产品，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知道这个产品是真还是假，完完全全也不用担心产品在物流的环节被调包，给消费者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有哪些16项国际权威认证，大家可以拍一张照来拿回家慢慢去考察。我们的工厂有这么多工厂啊，这么多 权威认证，所以很多伙伴，我跟很多伙伴在分享这个16项权威认证的时候，他们都说啊，我见过其他公司的保健品能获得5项6项的产品啊，确实不少，但是呢能够看到有16项权威认证的产品还真的是很少很少，第一次见到。特别是这第15项的 Health Canada 啊，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卫生部对很多很多营养品好规格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因为呢我们加拿大是全民医疗，所以呢不是随随便便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能够进入加拿大好 Health Canada 来注册，所以这16项权威认证也给我们带来消费者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不用担心你吃这些产品在很有效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有一些不安全的成分在里头。那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产品，首当其冲就是我们的青春丽龄片，大家看到这五个字就知道，哇，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青春或者抓住青春的尾巴，但是传统很多人很喜欢用医美的方式去保住自己的青春，但是今天我们很简单哈，每天就像我的伙伴说的，每天吃三颗糖果就可以让我们青春丽龄。那这糖果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糖果，而是拥有 99.9% 精纯度的贝塔醇 NMN， 这是美国独家生物发酵法生产的。用这种独家生物发酵法生产，可以确保我们的产品是纯贝塔型的 NMN， 而不像市面上的很多 NMN 都是阿拉法加贝塔，甚至阿拉法的成分高达 60% 以上，这阿拉法的这个 NMN 呢根本没有办法被我们身体吸收，所以我们要吃产品一定要吃到特级的 NMN。 市面上也有其他公司的 NMN， 他们也进入美国的 PDI，但是他们只是一级的 NMN， 所以呢来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的人就会去了解特级跟一级好中间的差别是多少。我们的精纯度高达 99.92%， 市面上很多是 99.5%, 99.6%, 99.7%, 99.8%， 然后很多人看起来就觉得哎呀这 .8 跟 .9 好像没什么区别，错了，因为纯度没提高 0.1%， 吸收率就可以提高2到5倍，我们的产品对身体完全是零负担，好，吸收率仅次于静脉注射，这很重要，就像大家买黄金一样，18K 跟 24K 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第三个特色呢，唯一含有108000单位的 SOD。 各位，尽管市面上有将近4000种的 NMN， 但是自从凯丽的我们的青春丽龄片出现之后，马上就让市面上各种各样的 NMN 黯然失色，因为大家都知道 SOD 是很厉害的抗氧化剂，它可以有效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帮助身体抗氧化、抗糖化和抗光化。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就不断不断的被氧化、被糖化、被光化，所以呢我们一天天走向衰老。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这么108000单位的 SOD 在我们身体里头起作用，难怪一个个吃完以后身体越来越健康，皮肤也看起来越来越光泽，人看起来就越来越年轻。第四个呢，每一瓶含有10800毫克的 NM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佛大学的教授是 David Sinclair 博士，他每天是补充1000毫克的 NMN， 补充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他的身体年龄从58岁逆龄到了33岁。我当时看到那数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我也希望能够
好，让我今天五十岁的这个样子能够回到哈二十五岁或者三十五岁的样子，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当然，现在今天又有一个朋友来到我家里，他15年前见过我，今天来到我家里，他很真诚的跟我讲，他说 ：“Grace， 今天的你比15年前的你还要年轻。”各位，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哈，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哈，他们说在未来的这个社会，最好的炫富的水平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你的同龄人站在一起，你比别人来得年轻。所以今天我听到这个我的朋友发自内心的这种赞美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信息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那为什么 NMN 会这么好呢？因为它可以激活人体7条长寿蛋白基因，短期效果非常的明显。有的人甚至只要吃1个月的时间，明显感觉自己的皮肤在收紧，自己的皱纹在减少，自然而然年轻态就开始出现。同时我们还是不像市面上很多的 NMN 都是胶囊型的，我们是口腔含片，口腔黏膜吸收，15秒钟就可以入被身体的细胞吸收，有效提升我们体内的 NAD 加水平，也叫做诺加因子，可以高效防病毒。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变异的病毒不断涌现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幸福拥有这么高科技的 NMN 给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由于获得16项权威认证，产研一体高性价比的 NMN， 所以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尽管我外面有3-4千组的 NMN，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青春逆鳞片一出局没有关系，可以立马让外面的很多的品牌的 NMN 黯然失色啊，让这个我们的青春逆鳞片闪闪发光。这是我们王牌产品哈。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的多抗免疫调节藻蓝益生菌。益生菌大家已经听过很多年了，也知道市面上有各种各样品牌的益生菌。还是那句话，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那我们的藻蓝益生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独家含有 SOD 的益生菌。大家都知道 SOD 的原料比 NMN 还要贵啊，真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 IU 单位的 SOD 基本上要花1000美元才可以购买得到。那现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呢，那么在外面一个 IU 单位也需要花1美元。想想看，我们刚才那瓶108000单位，正常情况要花108000美元才能吃得到我们这么多含量的 SOD。 那今天我们不需要，因为呢我们林博士的慷慨大方啊，自己还是 SOD 的这个原料工厂，所以我们可以让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吃上这么高贵的 SOD， 好，来补充我们的身体，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肠内的自由基和宿便，帮助减肥瘦身，皮肤放光。我的伙伴就跟我形容这个我们的藻蓝益生菌是如何在他们身体里头工作的。他说，哇 Grace， 这个益生菌真的实在好。他说我吃进去以后就好像是我肚子里头的一个绞肉机，哎，把肚子里头那种各种各样的垃圾绞碎完以后排出体外，哇，真的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所以呢，很多很多人吃完这益生菌以后，腰伸出来的肚子扁下去了，然后皮肤也开始放光了，因为上面有 SOD， 我们含有300亿株11种的活性益生菌，还添加了益生元在里头，充分保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和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除此之外，我们还独特添加深海红藻矿物精华和有机藻蓝蛋白，含有人体所需72种以上的矿物微量元素，为关节、骨骼、消化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同时呢，还有 K2 和 D3 等维他命，增强产品的协同效应，提高营养吸收率。各位大家想想看，市面上的益生菌仅仅是益生菌而已，而且基本上有20亿株、30亿株，而我们呢真的是含重金打造了300亿株。同时你想想看，市面上 K2 可以做一瓶维他命， D3 可以做一瓶维他命，72种矿物微量元素可以做，有机藻蓝蛋白可以做一种专门的产品。市面上如果很多老板为了追逐利润，他绝对舍不得花这么多
重金成分放在我们的藻蓝益生菌里头，它会把这一款产品分成五款产品放在市面上销售。那今天呢，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碰到了凯丽，我们可以吃到这种多精品哈，可以说说益生菌中的益生菌哈，啊，益生菌中的极品益生菌，服用一周就可以快速全方位提升身体的免疫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特别是家里有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重症的患者，这吃完之后真的很快很快啊，身体就恢复了。那第三个精品呢，就是我们的脑力健啊，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脑力健我们好像没到老年痴呆不需要吃。实际上呢，我们的脑力健呢是管好我们的大脑，我们后半生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的生活的指数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大脑司令部，所以呢，脑力健对我们的身体的品质呢也是啊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它第一个就是独特添加了阿尔法 GPC， 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来营养我们的大脑。血脑屏障是很难被穿透的，那我们公司呢目前有两种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啊，等一下还有一个会告诉大家啊。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 GPC， 提升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全方位提升大脑的功能，对自闭症、忧郁症、癫痫等有显著的改善。如果啊，你们身边有这些啊症状的这些朋友呢，一定要用我们的爱心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去帮助他们，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太痛苦了啊，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第二个呢，含有特级 99.92% 高纯度的 NMN， 提升我们的脑神经元 NAD 加水平，激活七种长寿蛋白基因，修复脑细胞的 DNA。 那我们身体的 DNA 很重要，脑细胞更加重要，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动作都是由我们的大脑司令部来决定的。添加同时还添加了白藜芦醇、紫檀奇、 EGCG、 七黄素等有机成分哈，我们所有这些产品上面都有有机的标志，提升协同作用，有效清除脑部自由基，保护脑神经元，对抗细胞衰老，预防老年痴呆，完全提升我们的退休生活品质，好，让我们更加优雅有尊严的生活。我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哈，上有老下有小，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借由这样的脑力健，让他们可以过上高品质的退休生活，让他们更加优雅更加有尊严的老去。中国有句古话说啊，久病床前无孝子。确实，如果当我们年纪大完以后，我们不小心得了老年痴呆症，我们真的没有尊严，而且呢，也给全家人、给孩子们带来负担。所以，我们要想抗老呢，抗脑部的衰老呢，就要从现在开始。那除了好有这些帮助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有效的，我最最喜欢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还支持间歇性的进食效果，让我们的身体进入酮症的状态，所以帮助燃烧脂肪以获取能量，特别特别适合谁呢？一些轻断食的人，因为现在轻断食非常的流行。我也建议大家每一周哈，至少轻断食一天，让我们的身体肠道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呢，很多人身体呢不允许轻断食，因为他只要少吃一餐，他血糖就开始下降，他身体就开始很不舒服。今天有了这一个 LifeSpan 脑力健，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脑力健吃完之后，在进食的过程当中，你吃脑力健，第一肚子不觉得饿，第二你依然充满活力，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进入酮症的状态，同时呢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可以获取能量。这就是为什么说通过燃烧脂肪来获取能量，我们不觉得累啊，也不会让血糖很低啊，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快速恢复苗条的身材。所以从过去我尽管在前平台吃了很多人那么多年的产品哈，我依然还在，我的体重还在140磅左右。但是很幸运，这次来到凯丽，我只花一个半月的时间，让我瘦了15磅下来，现在只有120磅多一点哈。所以真的很多人都说，哎呀，你真的回到了少女的那个模样，真的是我听得太开心了。连我儿子都说我哈，他说妈咪，你怎么看起来不像个50岁的人啊，我听了真的很高兴。
大餐前呢，如果30分钟，如果能够服用2粒脑力健呢，跟一根益生菌呢，还可以有效抑制卡路里的吸收，帮助我们的体重管理。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发福哈。实际上，发福不是件好事，因为发福的过程当中，我们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会出现，而且呢，我们的脂肪会不断堆积。好，造成我们的这个游泳圈哈、啊、挂在身上，真的是非常难受。现在我把通过这产品呢，把我的游泳圈卸掉之后，哇，一下子以前十几年前不能穿的衣服裤子又可以重新穿回来了。那最后一个呢，这个是我们上个七月份哈、啊、刚刚推出的黑科技产品，这个产品呢 PQQ 氢气片，我一定会引爆全球哈、啊。现在实际上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了，所有人这个看到这个氢气片啊，都来问我这氢气片怎么会这么好，怎么样怎么样哈、啊？大家你只管去吃，吃完以后就知道。那我们的这个 PQQ 氢气片是用全球独家科学配方哈、啊，还不仅仅是全美国哈、啊，全球的，里面呢有来自日本的 Bio PQQ， 再加上国防级的特种镁粉来生产我们的氢气片。那这个氢气片呢，不是随便一个实验室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因为呢，有的实验室在生产氢气的过程当中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啊，所以后面还是不了了之。但我们呢，很感谢我们的这个林博士，他真的花了十几年时间哈、啊，在研究，一直在研究这氢气片如何制作出来。所以终于在2021年的7月份、啊、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四种专利技术、啊、原位杂化的释氢技术，所以我们是有释放氢气的功能。微纳米气泡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锁氢、啊、释氢储氢、啊、还有临界点厌氧灭爆技术，不用担心我们的氢气片放在我们的玻璃杯里头会发生爆炸。还有离心雾化弥散技术可以让我们有储氢的功能，释氢锁氢储氢可以让我们氢气片泡完放在杯子里头四个小时之内锁住四个小时。因为氢气呢是很快很快会逃逸到空气当中去的，市面上很多很多公司没有办法突破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全球独家专利技术、啊、可以喝到这个释氢锁氢和储氢功能的这个氢气，真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有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靶向抗氧化。我们都知道抗氧化就是抗衰老，但是呢，有些抗衰老呢就是泛泛的抗衰老，而没有办法达到靶向的。但是我们 PQQ 氢气片很厉害，它一旦啊一喝到体内里头，它立马就会搜索，把最毒的两种自由基、啊、把它合成水排出体外、啊、这些最毒的自由基在哪里，它就靶向哪里，立马就可以把这些最毒的自由基这个抓住排出体外。这个这一招真的是太厉害了，难怪我们多伦多有个晚期的乳腺癌患者、啊、喝完没有声音，身体这些系统呢？哎，没有，信号有点不太好，没有声音。OK， 现在可以了吗？哦，现在好了，现在好了。OK， 好，不好意思哈，因为最近家里总是这个线路有点突然间会这样子。然后还可以促进器官的新陈代谢，我们都知道年龄越大新陈代谢就越慢，那我们现在有每天两杯氢气水呢，就可以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提高体内的 SOD 水平，穿透血脑屏障。刚才说到除了我们的阿尔法 GPC 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我们的氢气水也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调节中枢的神经系统的作用，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发生车祸之后呢，身体的很多中枢神经就发生错位，所以我们多伦多也不例外，好几个朋友以前被车撞过的人呢，喝完这氢气水以后都开始重新修复他的中枢神经系统活动。那我们的 Steve 创始人哈，就是因为有了氢气片之后呢，他才有勇气去报名参加1000多公里的这个
这个马拉松比赛，因为我们可以减少运动之后的乳酸堆积，缓解压力与炎症的反应，支持所有系统的健康。无论我们身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任何系统啊 ，PQQ 清气片都可以支持所有系统的健康。所以就说一个产品可以调理全身，这个真的是太高科技了。那我们的 PQQ 呢，跟我们的氢气呢，两者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新线粒体的产生。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线粒体在体内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发电机。那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亚健康越来越严重，我们这发电机也会衰老。但是今天我们很有幸喝到了这氢气水，可以呢促进新线粒体的生成，也就是说增加我们身体里头的发电站。所以很多人吃完以后怎么搞了，身体体力立马恢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哈，昨天哈，我的先生去帮助寺院去做义工，在做义工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其中的一个义工，因为他患有三高，然后呢，天气又非常的热，所以他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差一点点休克了，然后呢，整个人都躺下来，这一点力气都没有，结果还好。有带着这个我们的 PQQ 氢气片在身边，马上泡一杯给他喝，喝完之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他的身体马上恢复正常的这种活力。他说："哇，这什么产品？这真的是神仙水，真的是太好太好了。"然后后面又是跟他们一起继续做义工，就是这样子。所以关键的时刻，我们的 PQQ 氢气片真的是可以救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你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没关系，一定要有这个氢气片哈，可以帮助清除路。因为我们家里很多老人都有三高的这种隐患，这有三高隐患的时候，有的时候生气啊，或者做事情的时候不小心啊，这个发生问题的话，马上这个氢气片喝进去，说不定就可以救他们一命哈，帮助清除我们的自由基，调节脂质和糖类代谢。所以越来越多的伙伴跟我讲，包括是一型糖尿病的伙伴都跟我讲，他们才喝这氢气水一周、两周左右的时间，血糖回到正常水平。这个真的是太感谢我们的凯利公司了，可以帮助燃烧脂肪，促进肌肉的组织重塑好平衡机体的生理标准。所以很多人喝完之后，他说："哇，我的这个肌肉又出现了，好多年没出现了，现在又出现了。"各位，氢气片短短一天2杯水，我们就可以做全球的一个生意。然后我们每一天喝3颗啊，这个小糖果就可以让我们青春丽龄年轻5到10岁，啊，甚至15、20岁都有可能。是各位去哪里找这样的产品啊？所以我们这4款产品呢，我们被我们称为4大天王。我们的这产品就是4大天王，实际上是款款都是精品。能够遇到、能够吃到，都是需要巨大的福气。那这刚才说的是这第二大理由，第三大理由就是我们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我跟很多人说，世界上好产品很多，好机会不多。为什么？就像我们手上用的苹果手机，好不好呢？好，但是呢，跟我们财务状况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们只有掏钱的成分。所以呢，这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也是可以打败天下无敌手，因为我们有全世界啊独一无二的210特色，让你不再对这个行业感到恐惧。它将颠覆所有人对网络行销行业的认知。为什么叫210特色呢？二的含义就是公司给我们2个营运区，我们可以赚到零售奖、推荐奖、分销奖、业绩奖、管理奖、拓展奖、钻石分红和矩阵奖等等。啊，这个8种奖励叫做8大金刚哈。所以我们要打市场很简单哈。我跟我的伙伴讲，我说去打市场，你们只要知道4大天王跟8大金刚就足够你们出去打市场了。你要知道4大天王是什么，8大金刚又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二的含义。那一的含义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我的能力一般般，我只能分享几个人，那怎么办？没关系，就算只经营一个区，照样可以赚大钱。除了业绩奖哈，8大金刚里头的其中一个业绩奖除外，其他所有的奖金全部都可以赚到，照样可以赚大钱。我到今天为止，我就经营一个区，照样上钻石，上3星钻石。好，再接下来照样上7星钻石，没有关系。那还有一个更加好，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零啊，公司额外赠送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矩阵福利奖，
所有购买套餐的消费者均有机会进入矩阵进行排位，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规律系统自动安排站位，可以帮助低分享零推荐能力的纯消费者也有机会每月赚到间谍价$3。矩阵图下面的人数越多钱就越多，完全感动消费者，降低消费者的恐惧，激发人类的天性，让消费者更有底气更没有负担的去分享。为什么？因为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在我们平台消费致富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210特色解决了传统网络营销经营过程中出现只赚积分不赚钱的痛点。大家想想看，过去你所经历的所有的平台里头，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只赚积分，只能看着积分，没有办法看到美元。那今天我们210特色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自然感动团队，留住团队，还可以帮助团队快速裂变成长。这个世界的财富呢，是由消费者创造的。那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自然帮我们世界累积财富。那凯利是全世界首家真正把消费致富进行的最彻底的公司，可以说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我觉得也是很难的啊。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真正实现纯消费赚钱。就像市面上也碰到跟我们差不多实力的公司，那如果老板要摊钱，如果老板舍不得发这些钱出来的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奖励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分享的话，收入自然大幅度的增加。因为毕竟你靠这个纯消费赚钱的话，赚钱速度太慢。所以呢，我们这因为产品自己会说话，收入自然大幅度增加，好，消费商的钱包就可以快速的鼓起来。所以呢，在一个平台偶尔几个人会赚钱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就像我在过去的前平台我赚到钱，下面的很多伙伴都赚不到钱，特别是纯消费者更赚不到钱。所以呢，这也是我为什么毅然决然来到这个平台的真正原因，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是希望所有跟随我的人都能够赚到钱，所有加盟凯利的人都可以赚到钱。好，无论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一个团队里头都不重要，只要大家，我很高兴的可以看到所有加盟凯利的伙伴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他们在其他平台实现不了的梦想。所以呢，加盟凯利相当于移民到了高福利国家。你看我们这个封顶收入纯消费啊，一个月2000美元哈，也可以拿到2000美元的这个封顶奖金。这2000美元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国家哈，都已经是属于好高福利的。即使在加拿大都被称为高福利国家，我们的退休金也没有2000美元哈，一个月只有1000多加币一点。所以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加盟凯利不放弃，好好使用产品。能分享尽量多分享，不能分享也没关系，后面即使你零分享的话，一个月赚到2000美元的话，是不是也很好，相当于我们多拿了一份退休金。就凭四个字，相信和站位。那第四大理由当然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这是公司的心脏，愿景与文化。凯利呢，不仅仅是一个网络营销的平台，创始人将秉持长期主义，平衡共生。我们要长长久久平衡共生，不是外面的短期主义。外面的很多平台为了追逐巨大的利润，所以他没有办法长久经营下去，本来就是想短期主义，割一波韭菜就走了。那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老板这种大爱，这种朴实，这种善良，他就希望这个长长久久平衡共生。而且他们也确实正属于壮年时期，他们完完全全可以把凯利当作长长久久的平台来经营。如果今天我们的老板已经80-90岁了，要跟我说长期主义的，我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哈。他们呢，真的70后都非常的年轻哈，现在正是创业的最佳时间。所以他们秉持这样的企业精神，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创新理念。这无论是产品还是奖励制度上面，都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打造未来凯利的商业帝国，线上消费加线下体验。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网络营销平台，我们打造的是通过大家的力量一起来打造未来凯利商业帝国。那2021年11月呢，过2个月之后，将进入上海的进博会展示
打响凯利与 4E 产品的知名度，成为后续品牌体验的开路先锋。那未来呢，全球各大城市将会开展凯利品牌体验馆，让消费者近距离的体验产品，加线上 APP 买单，再加上公司统一供货，部分利润进入凯利钻石股份有限公司，让所有的钻石都有机会分享我们品牌体验馆的利润，还有我们母公司部分股票的收益，再加凯利全球营业额 3% 的分红。所以各位，在任何一家公司成为钻石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凯利能够成为钻石，绝对绝对是非常的了不起，大家拭目以待哈。还有呢，我们的母公司多年来为洛杉矶社区的弱势群体提供优质的营养膳食补充品，未来呢，计划帮助联合国儿童组织、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等慈善活动啊。等疫情稍微缓和一点点哈，我们林博士就开始啊参与这些哈、啊、做慈善活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文化是我们关爱、我们分享、我们帮助。好，刚才的四大理由足够让我们要跟凯利并肩作战，再加上这第五大理由，真的 我跟很多人说，你错过一个凯利，你将错过一个亿、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李嘉诚说过一句话，当一个商机出现的时候，只有 5% 的人知道的时候，这些人呢被称为先知先觉者，而任何一家公司的先知先觉者都在领导未来的财富潮流。那凯利呢2021年1月才开始正式的试运行，现在呢会员不到8000人，如果按照未来1000万会员来计算，我估计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会员就可以达到1000万，大家信心满满哈，我们都属于 0.08% 的先知先觉者。各位 0.08 距离 5%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今天能够到线上来参与这个讲座的朋友是何等的福气，真的要感谢带你来听这堂课的朋友，因为你的朋友，邀请你的朋友将会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如果说十几年前的百里如春创造了财富第六波，那么未来十几或几十年 NMN 和 PQQ 轻器片将会打造财富第七波。关键的问题是您站位了吗？我知道今天线上很多朋友已经站位了，我在这里真的恭喜你，如果还没有站位，真的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绝对绝对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波好财富第七波，因为你错过凯利真的会错过一个亿。我再重新强调一下，因为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凯利的一份投资将会得到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外表、光滑细致的皮肤。皮肤会有多光滑细致呢？就举一个例子，最简单，就像我自己这样，全身的皮肤就相当于好像涂了爽身粉一样，滑溜溜的，真的是很舒服。我们都说我们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所以我跟很多女性朋友讲，我说这一份在凯利的这一份投资绝对是你这一生中最值的一份投资。最坏最坏的情况，你会得到前面三个，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外表、光滑细致的皮肤。好，这已经好，大家想想看，去外面做医美也好，好花各种各样的保养的钱也好，花出去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而我们呢，还有第四条，源源不断的管道收入，完全可以提升家庭的现金流。所以有句话说，家有万金不如绿金斗金。今天我们只要投资一份 package， 一个产品，一份产品，让自己健康年轻的同时，或者给自己的父母一份尽孝的同时，我们就拥有一个全球的代理权。这去哪里去找？而且这个代理又很简单啊，一天两杯水就可以调理全身的细胞，一天三个糖果就可以，小糖果就可以让我们变得青春丽龄，看起来比十几年龄年轻5到10岁或者15岁。所以呢，凯利的消费制度跟外面的任何一家的消费制度完全不一样，外面任何一家公司也说消费致富，他们是消费加分享，加分享成功才有机会赚到一点点钱。那今天凯利，我们是把花钱的事变成赚钱的事。你在这里没有口才，没有人脉，哪怕是个哑巴，消费的人性化制度都有机会让你赚到钱，只要您还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大家一起来排队分钱。
千万不要下车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团队一些伙伴，好，仅仅实验这几个月时间的这些见证哈。左边的这张图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一个朋友的哥哥，他这几年来一直被脚痛的问题所困扰。大家都知道，人老是从脚老开始，所以呢，他走路的时候脚后跟呢就像针刺痛的感觉，非常的痛苦。走动多了那就更痛，而且他很幸运，吃到了我们凯利产品第四天，他的问题就减轻了很多，到现在完全不痛了。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皮肤也光滑细致了很多。那右边这张图是来自我们新加坡的一个伙伴，20年12月发现脱发问题，哈，就是右下角的这张图片，头发变得非常的稀疏。同时，我其他伙伴也反映，哈，以前头发都一把一把的往下掉，每一次洗完澡，哈，都把那个下水道给堵了，啊，要抓一团起来。那现在呢，基本上不掉头发了。那今年3月7号，他开始吃凯丽的 NMN，他过去也吃其他家公司的 NMN，但是呢，没有这样的效果，所以他非常非常感恩凯丽带给他这25天的奇迹哈。到左上角这个最上面的这个，你看就知道他的头发已经长密了很多。我自己也发现我的头发怎么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就是这样子哈。这是千真万确的。那第二个呢？这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大姐哈，她也是以前吃各种各样不同的保健品，但是没有办法逃避年纪所带来衰老的现象，脸上的老人斑一天比一天明显，让我她呢越照镜子越没有信心啊，特别是颈项右边长时间感觉被拉得很紧，特别是早上睡醒的时候都痛到麻木了，一下子就很累，头晕。自从上个月中旬开始了，这个8月14号才开始服用我们的 SODNM PQQ 清气水和我们的藻蓝益生菌，短短的10多天的时间，他发现睡觉非常好睡，早上起来呢，身体呢颈项不再僵硬，皮肤开始恢复光泽，最最开心的是发现脸上的老人斑淡化的很多。各位，假如这个大姐是你的母亲的话，啊，你看到自己的妈妈脸上的老人斑越来越大，你看想想看，这种兴奋、这种喜悦，真的是花钱买不到的。所以非常感谢凯利公司有这么棒的保健品，让她找回了生活的活力哈。大家想想看，14号到9月1号，14天、16天的时间，就有这么大的效果。那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团队的金牌、超级金牌讲师邱怀义先生哈，大家可以看到他使用产品前是这个样子，脸色呢比较黄哈，而且比较粗糙，也松弛的比较厉害。使用他以前也吃过各种各样品牌的 NMN，但是呢始终得不到他满意的效果。那很幸运认识了我们的凯丽，使用2个月之后。啊，我们的这4款产品哈，四大天王，让他的白发渐渐变黑发，发量变多，皱纹也改善了，皮肤也紧致的年轻了。所以呢，右边的这个也是我们日本一个伙伴的他的先生哈，他自己造了一个哈给我们看，他说黑头发，他的先生黑头发明显增多。那这个呢，就是更加神奇了哈。这个是我是林先生，是我们林先生哈，是我们伙伴的朋友啊。很遗憾哈，前一阵子他全家中招得了新冠啊，当时很想他先生一直想让他去医院，他不敢去，因为他怕去了医院就回不来了，因为在里头没有办法啊。这个吃到我们凯利的这个产品哈，可能医生会限制他是没有自由。大家可以看到，17年前的他，4年之后，使用4年之后，全平台产品，那到现在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年轻，一天比一天年轻？所以呢，最要恭喜他的就是现在十几天的时间，他全家被新冠病毒好感染，在家里十几天的时间，没有吃一粒米，啊，没有吃任何的食物，只吃凯利的四大天王，啊，结果他说，哇，真的是这一次死里逃生。真的让他对生命哈有了更深的感悟，他要用下半生的时间来宣扬、宣传、来传递凯利的这个信息，所以真的我听到他的分享哈，我的眼泪都会流下来，真的是很幸福、很感恩，有能够碰到这么好的产品。右边的这个就不用讲了，就是我了。大家看到最上面的这张图，就是过去我加盟凯利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的哈，那时候体重啊。
是还有140磅，所以呢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我当时的状况哈。啊，我生完老二之后是150磅，然后呢碰到青平兰的产品让我减掉了10磅左右，140磅，那依然还是虎背熊腰。但是我没想到这一次接触凯利以后居然可以让我逆生长得这么快啊，立马就1个半月的时间让我减掉了15磅。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我现在回到了少女的模样，就是这个样子的。无论是脸型啊，也变尖了，收紧了，原来是3层下巴哈。然后呢，现在呢，体型也变回了，腰身也出来了，肚子也扁下去了，真的是太幸福了。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我们只有这4个套餐供大家选择，大家可以任选一套，不同的套餐有不同的优惠。当然，如果要想得到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呢？终身原始投资一次就一次机会，2999美元可以获得新人的礼券哈，新加盟的伙伴有1000美元马上退回1000美元的礼券，有资格达到10代分销奖和16层的矩阵奖，也就公司享受公司最高待遇啊，一步到位，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性价比也是最高的哈。以上所有的价格呢，均为全球统一价格，里面含了加盟费、运费、关税、到门价格哈。公司对全球的消费者一视同仁，享受最公平的待遇。特别是我们欧洲的伙伴更是兴奋，他说：“哎呀 ，Grace， 这个我们欧洲的关税收的非常非常的贵。”他是太感恩了，碰到凯利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心里没有任何负担，不用去担心税的问题哈。公司全部都帮我们解决了，所以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一个人生命品质的改变源于获得一个重要信息，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命运？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希望能够改变命运，特别是经过2年的这个疫情的肆虐冲刷之后，很多人的人生轨道必须要做出改变。那今天我们要有勇气，有责任，好，愿意一份爱心把这份信息传递出去。因为呢，这份信息传递出去以后，啊，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会因为你传递的这个一个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在我们凯利很简单，干好了会很有钱，干不好还有健康，成功的显眼，不成功也显年轻，所以还是赚到了。然后有句话说得很好，啊，形象一改变，市场一大片。既然形象一改变，市场可以一大片，所以即使今天我们是哑巴，我们通过在 Facebook 在很多的这些网站上发信息，我们都可以吸引到很多人加盟我们的凯利。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下一轮的财富盛宴，千万不要错过。我希望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能够给大家，给我们好线上全新的朋友带来一份新的希望，让你们的这个命运从今天开始改变。同时也希望借由我的分享，让我们的这个已经加盟的伙伴增加更深度的信心，好，从相信到深信到坚信，好，我们一起来在这个凯利的这艘航空母舰上啊，来这个到达我们梦想的彼岸啊。谢谢大家时间，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现在我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陆明老师，感恩大家。感谢 Grace 选择凯利的五大理由的倾情分享。短短几个月时间，五大理由让他全力以赴，业绩显著。 Grace 从网络行销的专家角度剖析了极具发展潜力的强势平台美商凯利，用五大理由的观点来阐述和剖析他是怎样看懂凯利。一是平台的实力与初心，二是独特的产品优势，产品呢是企业的灵魂，是根基。三大理由呢是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210奖励制度呢是让你不再畏惧。在凯利，一份投资等于身体健康，脸上放光，口袋有钱。四大理由呢是愿景与文化。凯利不仅仅是一个网络营销平台，创始人秉持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创业精神，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创新理念。再就是公益利他活动。第五个理由呢是最恰当时机，先知先觉者领导会带来财富潮流。Grace 的五大理由全面阐述了凯利公司品牌价值、研发团队的高度、
产品安全性、有效性、科技领先性以及非常精彩的细胞优化原理，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知道啊，腾讯呢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淘宝呢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滴滴呢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我想凯利啊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啊，凯利呢将会是全球发展最快的网络行销公司。凯利啊注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全球化互联网巨人。时间会证明一切，这样的世界您一定值得拥有。再一次感谢郭杰老师的倾情分享，感谢各位在座的聆听，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